将军在何处？您暂时还见不到将军。我得尽快见到袁将军，把错谈花轿的事情告诉他。你叫我杜宾就行。我经营这么多天，连袁不屈的面都没有见过。这里是军营重地，女子禁书。你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我是将军夫人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你把头抬起来，我看看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双兔傍地走，安宁殿我是雄子。杜宾是个女的？原来是她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若杜宾是你的弟弟，可以嫁给他。这是将军夫人的私情，你当皇帝将军。为爱的坚持，可无论是否上错花轿，我袁不屈心系我有一生，便是你杜宾也。自然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们本就是一体。